给你倒了一半儿。不会，我倒你了。我就说怎么今天的粉有点少。嗯？不够吃吗？因为它坨了，我先给你倒一半儿。你要加醋吗？辣椒。姑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窒息了。就是让你先感受一下原汤，原汤也很好，然后再感受一下加醋。我这已经差不多结束了，然后他告诉我有醋。没，如果我家狗在的话，我就可能把这个鸭蛋给他。可是我家狗不在，哎，只能自己吃了。三只狗狗都爱吃吗？嗯。我们家除了肉肉挑食，都不挑食。太爽了，这也太爽了，这也太好吃了。没有一只活着的鸭子能出南京，那万一南京人把鸭血给放了，然后把鸭头寄到成都去了呢？你给我加了一番纯粉，拿到我吃粉，你喝汤。我吃粉，你喝汤。好嘞，好嘞，我好嘞。把粉还给我。你尝尝，好吃吗？没了。没了。这就是来南京的意义，明白了吗？